点稀饭，吃个包子，睡觉去，啊，乖。我决定了。你决定什么？我要假扮五哥，去巡捕房。哎呦，你怎么妙想天开嘛？我在想，如果那些日本人知道五哥没有死，一定会来找我，那我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凶手，利用巡捕房的资源追查这个案子。你知道怎么查案吗？还有啊，你当别人是瞎子啊？天天在一起，人家会不知道你是女的？古代不是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梁山伯与祝英台吗？啊，哎，我说小姐，那是演戏编出来的，再说那是古代啊，男女授受不亲，男人跟女人很少见，现在是摩登时代，男女是天天在一起的。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要试试看。你，喂，我想找一下关青山先生。啊，找关青山啊？啊，他，哦，他，他，哦，他昨天被炸弹炸了。被炸弹炸了？严不严重啊？啊，我来看他吧，我给他煲点汤。啊，不，不用不用，汤我自己会煲。他不想见人。啊，不用不用，你不用跟我客气的，我跟青山不是外人。我来看他。啊，喂，他挂了。他说什么？是个女的，他说来看青山的。糟了，那我岂不是现在就要假扮了？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我没问。啊，那么他一过来，我认不出来，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哎呀，天哪，可怎么办？怎么办呀？哎，我怎么办啊？怎么办呢？开门呐！哎，你好，怎么来这么快啊？青山，他们来了。哎，莎莎，你看你一来把人家吓成什么样？胡说八道！反正不会是我，我可跟他没什么过节。哎，莎莎呀，我劝你一句啊，青山呢还没完全恢复，得饶人处且饶人。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你这是什么个什么呀？哎，青山。哎，不好意思，我没介绍吧？我是从小到大照顾青山的，我吧就叫福伯。哦，福伯，你好，我是巡长包打听，代表巡捕房来看望关青山探长的。对，巡长来了，来，请，巡长大还是探长大？差不多了啊，是差不多，就差两级啊。哎，好了。这太客气了，人来了就好了，还煲汤干什么？福伯，青山呢？我想亲手喂汤给他喝。他呀，他还没完全复原，在路上休息呢。那更需要人照顾了。哎，我今天不走了，我要留在这儿照顾青山。哎呦，这太麻烦了，我来照顾就行。福伯不麻烦，我又不是外人，照顾青山是我分内的事。青山，有人来照顾你了。青山，我来了。青山，有人来看你了。哎呦，达令啊，我来看你了。青山。小姐，请问你是谁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记得我了？这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呢，青山被炸弹炸了之后，脑袋炸坏了，什么都忘记了。炸坏了？你看，你们城市人真是没有见识。在我们乡下呀，我记得有一个叫大明，他上山去砍柴，掉进山沟里了。救起来的时候脑子摔坏了，什么都不记得了。青山还算好，他这前面那个，来上海之前呢还记得，来上海这三年吧，全忘记了。福伯，不是咱们没见过世面。根据我多年的法医经验，这个在医学上面来说叫做失忆症。这还能好吗？
这个很难讲，有些人能好，有些人不能好。根据现在的医学水平，只有看个人造化了。青山，你真的不认识我们？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是那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迷死人不偿命的乐汉风。喂，这还有我啊，我就是那个精明强干、才华盖世、世人称神探包打听的这个魏万两啊。哎，还有我就是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完美情人杜莎莎。对不起，我先找个地方吐一下。哎，这个人叫周正啊，是个三流法医、四流巡捕、不入流的枪械师啊。对啊，怎么一到我这里就这么不堪啊？各位同事，初试见面，请多多指教。你这会说什么呀？这样，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失忆了。青山，你真的好可怜啊！杜小姐，男女授受不亲，别这样。青山，我觉得你没有胡子比以前更帅了。你的胡子已经没有了。失忆，失忆，我失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青山，你真的好可怜。这样，杜小姐，你别这样。青山，你叫我杜小姐。之前你陪我看月亮的时候，都叫人家小姐。别呀，马哥。我知道这回什么叫趁虚而入了。我看叫趁火打劫。我看啊，根本就是暴力劫持。什么呀？各位同事，我看这样吧。我先跟你们回办公室。别碰我！你不是还没好吗？是这样啊，我刚刚被那被子捂了一下，就觉得舒服多了，汗也出了。我可能跟你们出去转一转，然后就想起来了。对，也好也好。放开！青山，青山！青山啊，我们的侦缉队呢分成这个甲队和乙队，辖区呢那就是以福州路的中心线为界，以北地区呢归甲队管，那么以南地区呢就归乙队管了。甲队的探长呢叫洪飞，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呀。他呢一向跟我们乙队是不对付的，你以后可要防着他呀。还有啊，我们乙队的探长呢叫贺忠信，这个老兄呢哪里都不错，可是呢我们发现他就是脑子呢有点轴啊，不会拐弯的。我不也是探长吗？我大还探长。你是丙等探长，人家呢是甲等探长啊。你的配枪是普通枪，人家用的可是美国造科尔特 M1911式手枪，那你说哪个大？我说你出门怎么不带枪？我今天出门太急，忘带了。凭什么给我打？你已经很不错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巡捕房里当清扫工。还挺厉害的。这个巡捕房里呢是龙蛇混杂呀，人际关系是错综复杂，一个个都是门槛精，你以后可要小心一点。谢谢包叔提点。这里唯一的一个大好人呢就是你包叔我了。你以后呢就跟着我混吧。那你大还是我大呢？你看你啊，你比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啊。再说呢，你现在不是失忆了吗？你就当你自己是刚入门的，要不咱们找个好日子我收你当徒弟好不好啊？钱小四的死引发了一连串的乱子，首先就是他的手下为了抢地盘大打出手，可是为什么丁力不出面制止呢？他们是什么人啊？看他们的装束和打扮呢，应该是龙商会的人。龙商会会长死了，现在底下人就在瓜分地盘呢。那我要治他们一下。让他们看好了，等他们看完了，我们再去收拾残局啊。那也行啊。你还不懂啊？他们都是社会的垃圾，留着就是祸害，他们死一个少一个，这是对民众的一种负责嘛。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丁力借题发挥，让底下人把租界搞乱，以此来对工部局施加压力。因为新上任的工部局总裁罗宾逊不愿跟他合作。你们的地盘应该分给我们，给你们，
凭什么又给你们安？我觉得他们不太对头了。哎，你脑子果然坏掉了。你以前是很赞成我的理论的呀。不不，他们不像是真的，像闹着玩的。那样的话就更没有我们的事了。哎呀，走了，我请去喝茶了。不行，作为巡捕，我不能视而不见。滚！喂，住手！我是中央巡捕房的探长关青山，你们居然在这边聚众斗殴，危害乡里，跟我回衙门去！谁斗殴了？谁看见了？有没有人动手？是不是？我看见了。关探长，我们自家兄弟在练武强身，你也管呐？就是，你也想加进来？是啊，兄弟们，走去洪探长的管区接着打。好嘞，滚！滚！看你呢，还是慢慢学吧，啊，上海滩的名堂啊还多着呢，啊，啊，去喝茶。管制さん死なないだと。そうです。巡報部からの情報なんです。念のため直接に確認しました。確かに先ほど道の周りにいた。看起来我的调包计还是相当成功的。就算我哥这个小诸葛出手，也莫过如此吧。不出意外的话，日本人很快就会再次下手，到时候我来个顺藤摸瓜，就一定能找到杀我哥的凶手。もしかして武功の深さ知らないほど。おそらく爆弾で頭を打って記憶を失ってしまった。何も覚えないようです。記憶失った、再空するんじゃない？一層調べろ。手のやつと領章会の方どうだろう？領章会今混乱の状態ですが、手の方が何も。では計画通りに行くと食堂に伝えろ。はい。龙少辉给我盯紧点，这次不是零打碎敲的行动，而是要将他们全部瓦解。我们的兄弟已经撒出去收编队伍抢地盘了。不要舍不得钱和军火，反正有日本人当冤大头。这个人就是上武堂的龙头大哥，他的真正身份只有极少人知道。他帮日本人做了很多坏事，我哥也被卷了进去，所以才遭到日本人的暗杀。等我们发展壮大了，别说日本人，就是租界工部局也得对我们点头哈腰。我懂了。哎呀，你可能都忘了啊，这个茶楼呢我以前总是带你来的，这些地方你都很熟的。哎，这里一般没有位子，我来了以后就会有了。喂喂喂，没有看见我来了？先生要报纸，快点给我腾位子出来啊！先生，今天报纸让你带。小偷，站住，别跑。喂，你去哪里啊？喂，已经有空位子了。小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哪里啊？我叫张阿三，不知道是哪里人。我是在浦东孤儿院长大的。浦东孤儿院，阿三，我记得你，你小时候很顽皮的。我知道啊，可是您现在是探长，肯定是不会认我这个穷亲戚了。哎呀，你说什么话呢？探长也是人，我是不会不认你的。
你是官，我是肥野。你小小年纪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以后啊，你找个正经工作，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关店长，我也不想做坏人，可是我在上海滩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要不是炳哥收留我，我就饿死了。炳哥是谁呀？就是我们小鬼队的大哥，他手下有好多小鬼，都是做扒手的。我要把他抓到刑部房里。不要啊，炳哥对我们挺好的。这是什么世道，你别做这种事情了，找个正当职业吧。啊，哎，以后我就跟你混吧，我今天很熟，可以给你当包打听。我可给你开不了薪水啊。不过你吃的喝的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啊。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龙头老大。昨天有一起人肉炸弹案，你听说了吗？听了一个大概，不知道内情。尚武堂昨天组织了几十号人，暗杀了飞龙社的总堂主钱小四。范杰是丁力的军师，这回钱小四被暗杀，让丁力动了真火。我叫兄弟们，他派范杰出马，一定要将幕后之事揪出来。虽然他们已经知道是尚武堂下的手，但并不知道尚武堂的大当家是谁，所以得先从大口下手。大口身边有一个贴身保镖，武艺高强，外号拳王。哼，叫他拳王变成拳王吧。怎么样，好吃吧？嗯，好吃。这可是最好吃的饼干。范爷，那件事尽快办啊。老大，危险！危险！你小子怎么开车的？救命啊，绑架！救命啊！我是中央巡捕房探长关新山，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掳人绑架！还有没有王法了？上车，上车。堂下的犯人如实招来，如若不然，大刑伺候。青山，你要演戏吗？戏文里面不都是这么审犯人的吗？这种场合不要乱开玩笑了。你叫什么名字？再问你话，你是做什么的？我劝你先别这么多的废话，你先问清楚你督察长我是谁，再来找我。大胆刁民！
竟然咆哮公堂，王朝马汉。青山，嫌犯，你不要太嚣张了。当街绑票，拒捕袭警，题目无法律，你当是谁啊？我老实跟你说啊，在我的律师还没有来之前，我是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的。律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什么律师啊？张天师来了也没有用。哎，来来来。Don't worry, sir. I'm Shawi, sir. I'm Queen's Accountant of United Kingdom. You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ere is no body evidence suggests why my client has been charged. I can only think of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That is you too. Have fabricated evidence. You use fake evidence to file serious charge against my client. 你叽里呱啦说什么呢？听不懂了。沙威士先生，你不用这么闻过是非。我今天亲眼看见他用手枪当街挟持人质。Where are the witnesses? What evidence? It's a total fabrication of facts. This is the international conceptio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Great British law. Inspector Mancombe, if you cannot keep your man under control.I'll have no option but to prosecute the commission of Central Police Station. 青山就是人证，我们当时都在场。It's ridiculous. Are you a group? Are you holding together?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了啊！沙威士英大律师，不如我请两位去餐厅喝茶，商量一下中央叙述房如何协助丁先生打造一个更安稳的商业王国了。还不放人？王朝马汉，请，你们太过分了。我们行使的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巡捕的权利，你别以为你是大律师就可以一手遮天。你当所有人都是瞎子吗？好，既然你想上法庭，我们会奉陪到底，哪怕去伦敦打官司，我们也不怕。青山探长的所作所为乃是尽忠职守，作为他的直属上司，我会为他力争到底。你真是个十三点呢，你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啊？胡说八道！我限你一天之内将这件事的报告交给我。您请，您请。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哎呀，你太嫩了，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包大金，说来听听。范杰是丁力的军师，还有沙威士出面的话，满宫督察长啊。当然不敢把他怎么样了。那是谁被绑架啊？尚武堂的头目大口。范杰为什么要绑架大口呢？青山，你绰号小诸葛，一向都是你帮我们来分析案情，出谋划策。今天你怎么了？青山被炸弹震坏了脑袋，他得的是失忆症。啊？真的？钟信兄是吧？你好，你好。我说你刚才审案的时候怪怪的，像唱戏一样。你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还能不能治啊？看了，医生说呢，以现在的医学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只能慢慢恢复。不过还好，只有以前的事情想不起来，其他的时候挺好的。看来我得帮你申请一笔医疗费。我认识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国脑科医生，我带你去看看。哎，不用了，不用了。青山，病可以不用治，但医疗费一定要领。工部局的钱不领白不领，你说是不是？喂，不要教坏了青山啊！你当别人都和你一样贪财好色呀？包叔，我哪教坏他呀？都是他教坏我才对嘛！今时不同往日了，你没发现青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吗？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三年前。对呀，胡子也刮掉了。以前的事完全想不起来了吗？不是啊，三年前的事情我是想得起来的，一直到领到了巡捕房的录取通知书为止，之后呢就记不太清楚了。青山，没关系，我们大家会一起帮你找回记忆的。其实啊，
我更欣赏你现在这种积极进取的做事态度。我以前不积极进取吗？那基本上来说呢，哎，积极进取这四个字啊，与你完全无关啊。喂，干什么，秦生哥？上厕所，这是女厕所。哎，我们乡下的厕所不分男女的。哎，你乡下人真是开放啊！男厕所在那边，快去。哦。テリツの反撃が始まりました。今日もう少し大工を連れ去ってしまって、まさかその時関西さんが来て大工を助け出した。ほう。その方が了承会はテリツにそそのかされて。騒ぎを起こしたこのニュースが大勢行き渡って広報局の社長ロビンソンにテリツってなんか実力あるんだなこちらはどうしますか介入しませんかいいえ裏で焚き付けばいい中国人の彼らで争う说不动便利のご意志だ。了承会ともに痛手を受けたらにそうだ。ではないと、说不动強くなったら、こちらは抑えにくいんだ。はい。関西さん受け、どうなるか。調べてるんです。そうか。急げ。はい。秦女，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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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干嘛这是啊？这抄家呀！哎呀，别吵我，我找东西呢。找什么东西啊？我哥的巡捕证，还有配枪啊，还有一些破案的线索。那找到没有啊？不知道啊，可能他昨天带在身上了吧，也可能丢了。哎呦，那你就到巡捕房去报失，再领一份。开什么玩笑？那两样东西丢了，我巡捕的工作就砸了。好，好，好，那你说怎么办？你问我，我还问你呢。你是我的军师。啊，就我说嘛，到黑市去买一支枪，再找人呢做一个假证件。你的意思是说，冒牌也可以啊？你整个人都是冒牌的，还在乎这个？诺诺也是。黑市一把枪贵不贵？你先问问再说嘛。哎，对了，哎，今天你在巡捕房的情况如何？露没露馅儿？别提了，我一直以为巡捕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抓人，哪知道里面那么复杂，一天下来。除了破绽还是破绽啊！那岂不是被人识破了？还好有你那招失忆症，我所有的事情都搪塞过去了。嗯，好，那你现在有什么好主意？嗯，好主意当然有，我现在就回案发现场去。没想到徐友豪家已经被清空，什么都没剩下。日本人的手脚真是太快。同一时间，范杰开始扫荡上武堂的据点，抓大口。可惜，大口当时不在现场，拳王成了替罪羊。来，进来！谁叫的外卖啊？没人啊！谁呀？你们叫吗？
凌波仙子。没错。你为什么要杀人？我没有杀人。我是美艳动人、风华绝代、侠骨柔情的蜀山剑侠凌波仙子。我怎么会杀人呢？那人是谁杀的？我只是路过的。你是巡捕，应该你去查真凶。我有事情，我先走了。不行。为什么不行？你是目击者，又是嫌疑人，你必须跟我回巡捕房录口供。我不能跟你回巡捕房。你既然没做坏事，你怕什么？因为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女。如果我就这么跟你回巡捕房的话，我在江湖上还怎么混呢？你这也算理由啊？好，那我跟你做一个交易。反正我见过那两个凶手，如果你肯放我走的话，我就帮你抓到真凶。那我凭什么信呢？因为我是美艳动人、一诺千金、义字当头的凌波仙子。你不信我，你信谁啊？可我就这么把你给放了，这不符合办案的程序吗？你真是个十三弟，我这是给你面子。如果我非得要走，你拦得住我吗？你武功的确很高，如果你一心逃跑，我确实拦不住你。好吧，那我就信你一回。你说吧。那我怎么跟你联系啊？我还没给你留电话号码呢。青山，开饭喽！探长，你的腰牌和手枪，来来来，给你准备好了。当当当当的，大内密探。008，嗯，福伯，这个是前，这不是前，这是前前朝的腰牌了。哎呦，我又没见过腰牌什么样的，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的。哎呦，服了你了。哎，怎么样？怎么样？这我可是赶了一夜功夫做的，只是没有涂颜色。哎，你到局里用那个墨擦一擦啊。你干什么玩笑啊？你要让我拿这把枪去进修，我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要不你先凑合凑合吧，我再给你做一把铁的。我拿铁干什么呀？我用这么多砸人吗？能不能帮我弄把真的？真枪？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仅存的老友，他是在东宫馆当门房。门房也卖枪吗？我没说找他买枪，我说是找他想想办法。上班了，看到了，看到了，新鲜出炉的重大新闻，重大新闻！哎，我问你点事啊。什么事啊？帮我买枪。啊？巡捕还要买枪啊？哎呀，你小声一点。我告诉你啊，这是秘密行动，不能让别人知道。嗯，懂了。要什么枪？盒子炮、科尔特，还是卡宾枪？反正就是巡捕用的枪。巡捕用的枪，
嗯，好，我去问问炳哥。炳哥，他不是当扒手的吗？还卖枪啊？嗨，扒手什么都偷，有时候也能偷到枪嘛。交给你了。嗯，好。亮前不到就发生了2起爆炸案，4起群殴事件。租界里接二连三发生杀人放火的案子，让总裁罗宾逊非常愤怒。罗宾逊刚刚上任不久，就碰见这种事，当然感觉非常没面子。昨天你们下去发生，于是他脑子一热，决定把租界内的恶势力来个大清扫。他亲自给张满弓下达命令，不只要查封辖区内的黄赌毒窝点，还要限期破案。你们两个给我进来。你关门呐！好你个贺忠信，竟敢在总裁面前抢风头，让我吃螺丝！枉我平日对你这么好啊！杜查长，我只是做我分内的事而已。你凭什么答应5天破案呢？既然贺探长打了保票，肯定胸有成竹。我看这案子就交给贺探长去办吧。属下正要请缨。你真是个13点呢。哎，如果5天破不了案，得有个说法吧。任凭督察长处置。如果他5天破不了案，就把他调到人力车管理组，管理交通算。你哎，工作不分高低，都是为民众服务嘛。你该不是心里没底，光拿嘴对付吧？好。一言为定。各位同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呀？昨天晚上发生的爆炸杀人案，交给我们乙队负责查办了。哇、啊！不对吧？那起案子不是发生在福州路以北吗？应该归甲队去办呐。此次新上任的工部局总裁罗宾逊先生，要励精图治，彻底整治公共租界之秩序，查禁娼赌毒，消灭各种犯罪。我等应竭尽全力，完成罗宾逊先生的宏图大志，所以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个案子。喂，主席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你这是何苦啊？就是这种案子既辛苦又没有油水啊。凶手肯定心狠手辣，后面的背景肯定很大，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你们太侮辱巡捕了。哼，我真为你们一个个都感到羞耻。作为巡捕的我们，不抓人不抓坏人，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呢。不管是不是发生在我们管辖内的区域，我们都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劫富济贫。不，青山啊，你说的是巡捕的还是梁山好汉？忠心兄，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太好了，青山，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喂，哎，验尸结果怎么样？嗯，烤肉。哦，他身上多处受伤，一部分伤是因为爆炸引起的擦伤和炸伤，但都不致命。致命的是他的胫骨、脸骨还有头外骨都被重物击打碎裂，应该是很重的钝器。这太奇怪了，不合常理。不是被凶器打的，这是徒手打的。徒手打的？你没看到死者身体健壮，武功高强，他是被两个人合力打死，一个人在他后面压着他的双手，另外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打他的脸。青山，你怎么说的好像你亲眼看到过一样？我们做巡捕的不就是要望闻问切吗？我还在死者的伤口地方发现了一种纤维，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绑手啊。对对对，绑手。如此说来，只要我们找到凶手用过的绑手或者手套上的纤维，就有足够的证据拘捕他。什么是纤维啊？哎，二叔。青山。嗯。哎，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打听到了，这伙被炸死的人呢是尚武堂的成员，死的那个是头领大口的保镖拳王啊。那个尸体叫拳王。嗯嗯，我们昨天才跟他照过面的。脸都烂成那个样子了，就算打过照面也认不出来了。昨天范杰试图绑架大口，晚上尚武堂就被炸弹炸，这里面一定有关联。
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个拳王跟柔宫门的野六有过节。柔宫门是什么？是一家日本人道馆啊。日本道士来中国干什么？哎呀，你不知道啊，那道馆就是武馆了啊。他们的后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龙会。野六是他们的大师兄。三天前啊，野六和拳王在杏花楼为了争夺一个姑娘大打出手，结果野六吃了亏，野六当场扬言要血洗尚武堂。包叔，不愧是包打听。包叔在杏花楼有个相好的。去、哎，那是什么相好啊？是眼线，是卧底。包叔命真好啊，卧底都卧上床了。我戳下你嘴，我踢你，我踢你。不要闹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条线索。咱们兵分两路，包叔、青山，你们去会会野六；汉风，跟我密切跟踪范杰；周正，坐镇巡捕房，汇总分析情况。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哎，明白了。好了，出发。是天